Skateboarding's debut at the Tokyo Olympics in 2020 has taken the sport from the streets onto the world stage. In Taiwan, this has ignited a fervor in skateboarding. Skateboarding is now a competitive sport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ho are gunning to compete in the big league. But Taiwan is not quite ready for these young medal hopefuls. Vice hangs out with the skateboarding community in Taiwan to uncover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 making the leap onto the world stage.他五岁八个月九个月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表哥从加拿大回来台湾度假，那就带了一块自己的滑板嘛，那就在我们的家里面前面的公园，就在那边滑行。当时Max他就看到，哇，这个东西好特别哦，他想说我想要踩踩看，然后他就站上去滑，但就一般来说，大部分人第一次踩是很容易跌倒的，但他第一次就可以做简单的滑行，买了之后，在买的地方的滑板店有一个免费的教学，就是买滑板送三十分钟的课程，那就从这个课程开始，他就开启了他的滑板之路。 9-year-old Max is now training professionally to compete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But Taiwan is not ready yet for his global ambitions. The lack of suitable skate ramps led his father, Momo, to team up with four other parents. They self-funded their own space to help nurture future pro skaters like Max. 当时疫情爆发的时候，其实所有的公有的场地都是封闭的。但是滑板它又是一个非常需要透过肌肉记忆的一项运动。那我们如果中间都没有练习，其实前面的努力很有可能就白费，又要从头来过一次。可能前后大概就三个月的时间吧，就已经整个 ready 了。Max started homeschooling 2 years ago at the age of 7, as training takes a toll. To make it to the Olympic skateboarding finals, athletes need to accumulate points through World Skate sanctioned events. Only the top 40 men and women will be selected for the final competition. Athletes take part in two separate categories, street or park.这里就是我的一个滑板场，一个小的碗池，然后还有一个酒吧。然后这边为什么会想要设定有这样的酒吧跟碗池呢？是因为碗池它可以很好的练习身体的很多的不同的协调性的运，应该说律动。然后酒吧呢，就是因为我想要结合很多的文化，好比说音乐啊，或者是一些可能潮流，或者是一些类似像这样子的 同属性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发生。
Taiwan skateboarding veteran Kyle Ku started skating 23 years ago at the age of 8. Today, he's an influencer on the scene, sponsored by major brands. 我觉得滑板很特别，就是在玩的时候，它会其实有一种算是也算是一个训练自己的心智啊，因为它比一般的运动的困难度相当于高，因为你刚开始滑，你要练到跳的这个阶段，你可能就要花可能每天或者是说好几个月在练习这个动作，你才可以把它做到很完美。滑板正式纳入里面的运动项目之后，滑板这个东西在台湾开始被很多人的认可，甚至到很多的品牌或是一些商业的公司，他们都觉得说，哎，这个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一件事情，就是很有未来发展性。因为第一个，它在早期还没有进入到奥运的时候，滑板在于街头跟潮流或是一些时尚的品牌里面，它都已经是有一定的影响力了。20年来，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应该是，大概在这5年内吧，台湾开始有很多的人在从事做滑板教学这一块，因为滑板已经进入到奥运，所以更多的家长们会愿意想要让小朋友们去投入在这项才艺或者是运动也好，然后他们会更让小朋友去挑战看看，因为他们也很多人都知道说滑板有一定的危险性跟困难度，但是他们反而会更想要让小朋友来尝试滑板，因为至少他们不会在家里玩手机看 iPad， 有些甚至说我就是想要让他们来跌倒，还问我说，哎，他怎么没跌倒？1、2、3。He's currently training 10-year-old Lin Zi, who hopes to make it to the national team. To achieve that, she needs to take part in local competitions to accumulate points to make the cut. 林芝在上一次的积分赛已经是拿到第四名，然后其实我会希望他是持续的在进步更多，而不是只是为了想要去得名次而设定安排一些路线。我朋友的妈妈就是有先跟我妈，就是在网上找到滑板的那个体验课，然后叫我去玩一下，然后就是刚开始在滑板上面的时候就是不习惯，然后后面习惯的时候就是感觉在上面很轻松，有一种很好玩的感觉。未来我想要成为职业滑板选手，然后可以进奥运。To increase his chances of making the cut, Max has engaged national team coach Kevin Chen. 你上来看，你现在前脚完全没有带板。However, professional skateboard coaching is still at its infancy in Taiwan. A skateboarding coach can get a basic C-level certification in 3 days. Kevin feels the scene currently lacks experienced skateboarders.Due to a break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 in the early 2000s. 在台湾有职业是我这一代的，就大概30几岁左右的，算是第一代的职业选手。那到中我在下面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比较厉害的选手，不知道为什么是有一段时间，大概2006年到2010年，其实那一段时间台湾的滑板。应该说，全世界的滑板都没落了，因为其实玩的东西很多，那时候网咖出来了，然后还有别的东西，资讯越来越发达，所以滑板慢慢的就很少人玩了。我教 Max 大概2年左右，然后他是蛮耐操的啦，就是他的特质就是耐操。对，你看你又往旁边转了，所以你如果往旁边转，你会觉得。不然基本上小孩子，因为滑板其实很累，而且挫折感是很大的，尤其是在练基础的东西是最硬的，但滑板就基础是最重要的，你练基本上会一直遇到瓶颈。那他其实他就是肯练，就也耐操，所以基础打得好之后，他就会很快就会起飞，就会有个成爆发期这样子。有没有带板？你刚才有没有带？Kevin is hoping a much younger generation of skaters like Max will take the sport to the next level. However, the lack of competition-ready skate parks remain a problem. 是大概是20年前
那个叫极限运动场。那现在因为亚奥运滑板其实都跟直排轮脚踏车是分开的，所以比赛的场地是不一样的。那一个它是叫极限运动场，所以它也不是滑板场。所以现在台湾必须要盖的是亚奥运项目的街市的场地跟万池的场地。但即便我盖了到现在，你说这个场地现在有办法百分之百满足 Max 现在的训练需求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所以我们又必须花很多的时间跟金钱把他送到国外，陪着他到国外去做训练。这里是 Benchmark， 是我这次主要训练派盖的。目前为止还是要靠家长自己努力赚钱啊，因为政府没有这方面的补助。很多人都觉得说，哇，可以出国，好棒哦！我都说，你跟我出去一次，你就会知道，其实出国的压力是很大的，就是无时无刻你眼睛张开就在烧钱，那你又要去让这个钱花得有价值，所以你的心情上是放松不下来的。目前国内的一些选手，可能只有部分比较优秀的可以拿得到厂商所提供的用具而已，大致上还没有办法像国际职业选手那样的优厚的一些条件。因为我们参加了两次的大比赛，发现场地对选手非常重要。那目前知名的选手，他们对于场地的熟悉度呢，都是也是需要一些挑战。那如果说我们必须要进军到国际赛的时候，场地设备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Skateboarding's future in Taiwan remains to be seen. But for some chasing the dream, it's come at a huge personal cost. 我其实到现在啊，我练到现在，能不能成为顶尖的选手已经不是我的第一个考量，因为我发现我们练到现在，他的苦闷啊，他的辛苦啊，如果现在让我选，我只希望他当一个全世界最快乐的人。我说不上了，连我自己在旁边看我都觉得好苦，但是不得不，这真的是一个不得不的选择。所以你问我，我只希望他能够在这方面不用成为顶尖，但他可以成为你人生自豪的一部分。我对他的可能，好比说以奥运这一块来讲，我自己其实也知道说我们跟国外的差距还真的是很大，但至少我觉得可以让现在的小朋友们多吸收正确的知识，他以后的下一代、两代、三代才有机会真的是可以参加到奥运。